佢哋大部分人咧都係因為睇咗我哋星夢一，就會想嚟參加星夢 Junior。三大組別潛能驚人。最神奇的就是唱歌组的女仔们是很团结，他们经常都约出来练习。有些参赛者原来他可以在很短时间之内 pick up 一样乐器。跳唱组他们能力都很高，即是他们一开声是真的会震慑到人，坐定定听他唱。益世家电器特约星梦 Junior， 星期日晚8:30翡翠台。